这个厂就是，是不是比较浑浊，然后哪里不堵是，了？不是，你太关注自己的修行了，知道吧？先放一放，你太紧了，绷的。就是堵的哪里堵的最那个。你哪里也没懂，你就不相信这句话，你总相信自己体验到的。我希望你说点我不好的。你都觉得自己那么不好了，还一定我再说两句，是吧？我就觉得你哪也好啊。我想修正自己，然后就是说，哎，你觉得你不好要变好，这就是错的。修正不是要变好，修正是突破轮，解脱轮回的，不是要变得更好，知道吧？我们已经够好了，我们只是在人道，我们做得够好了。你善男人、善女人，我们已经这个努力的让自己清净啊、善良，这已经挺好了嘛。而且，那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要修正？我们修正的目的是。很多无明之中，我们不知道我们圆满嘛，而且有多很多维度什么我们不知道嘛，我们知道的很，目的我们的修正是目的很我们的很狭窄，在三维角度嘛，我们现在要圆通突破所有的障碍，其他道众说你说普通六道看也看不见，你我们不是说看见就行啊，是你必须了解这一切，了解万法所有的东西，就很多无明障碍嘛。生老病死、成住坏过，这些八苦都没离嘛。佛说的人力的八苦，你就做个善男人、善女人，生老病死来了也扛不住啊，你很辛苦啊，是吧？佛说你是苦，你要脱离苦海，你要从轮回中解脱，否则大家就冤冤枉枉在这轮回嘛。佛就告诉你有这样一件事，就说你可以活得很伟大，而不是人力的那种伟大，可以从轮回中解脱，啊。我这头脑停不下来，怎么办？现在停下来了，刚才几秒钟不是啥也没想吗？就是一直都发散着，就是妄想一个接一个的。你不安，不是，你在寻找一个方法，寻找一个依止。从小就是，寻找一个依止，就是从小就是说，你不动脑就好像是没有活，就白活了一样，就是是的。就很想一个人待着去思维一些东西，否则你觉得自己没价值。然后就感觉所有看过的，就是说经书了，就是给自己的经历啊对应起来，然后就感觉有点是复习的那种感觉。你支开了一窍，你就那么直的一条道，你就那一条道上走，你其他的看也不看，是的。还有是吧？你就开了那一条道，分析这个人性，然后是或者是就是修行上的，就是这些，全是在修行上的，就我知道了，全是修行的，全是成佛的事儿，就是觉得这搞不清楚，搞不定，而且只越修越看成佛的事儿，越觉得自己不完美、不圆满。这个本来是佛，好像离得很遥远，这怎么能本来是呢？这不经过10万8千里，经过81难、99、81难，我怎么能成佛呢？是，我就觉得，然后去寻找磨难，勇敢的寻找磨难去，对的，我随便成佛这的就话，叫没自人找苦吃，知道吧？我如果现在说，你就像当年唐僧取经，从现在从西藏出发，你不走去印度去，然后你就成道了，你马上就出发了，然后经过沙漠爬雪山，一定会过去的，很厉害。然后去了，说那为什么要经历这些啊？是吧？以前做了个梦，梦见那个就是和大丈夫去嘛，但可能是验证的，并不是真的。然后就是他说你跟我回去吧，我说梦见啥了？他说你跟我回梦见谁了？观世音。梦见观世音不是说你回去吧？他说让你回去，你没跟他，你说我要受点苦才能回去，是吧？我说我人还没做好，我没练回去，回去我要啊，自己修回去。修回去，对，你带我回去，我不回去，我要修回去，我苦没受完，是吧？你知道就这点卡住你了吗？苦是无尽的，你受不完的，我告诉你，那就没完，知道吧？你能受完。这就像有的修行人，念阿弥陀佛名号，临终了掉地狱去了。阿弥陀佛说，阿弥陀佛，人家说，阿弥陀佛接引他来了。他跟阿弥终于境界，他跟阿弥陀佛说，哎，我要去地狱度众生，我要发愿，我地狱还没，我要像地藏王菩萨呀，我要发愿。阿弥陀佛，你要不先去极乐世界去练练功夫吧，然后再去吧。看你这样子，下去就迷了，是吧？一点一点。
也不想去极乐世界。哦，看出来了，对啊，你最好是学地藏王下地狱去，知道吧？那儿最苦，知道吧？地狱最苦，你下去啊，地狱不空，不要出来啊。你觉得这没问题吗？这种想法，你觉得这本身就是问题啊？然后你着急，你这本身问题是因为众生苦还是你苦？是吧？你现在比地狱还苦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这种状态比地狱众生还苦。这众生没下地狱，你倒先下去，还得众生往出捞你，知道吧？但是苦过了，但是也没觉得。苦习惯了啊，不觉得苦了。是哭的时候就感觉很莫名其妙的，就是撕心裂肺的那种哭。哦，那不是苦吗？苦的习惯了，都不知道这为啥哭了。但是苦完，苦完了之后也没感觉了。别人说麻木了，麻木了，神经麻木，这叫。别人说你没受过什么罪，然后一点苦也没受。想想跟他们比，你现在就在地狱里受苦呢，还没受过啥罪。但是我知道苦完之后我感觉也没留痕迹，但是上来那一阵就是说你麻木了，你现在在麻木之中，知道吧？你都不知道啥叫苦了，从小就很辛苦，知道吧？知道你很辛苦，你的直接有点偏，直接比偏修这边了，苦了，你不敢享乐，你也停不住这种想法，这种想法已经形成惯性了，这种苦啊，应该受点苦才能成道的这种心态，觉得不受苦不折磨自己一下，自己太罪恶了或者什么，你一定要把自己苦，好像要赎罪似的，万恶不赦，一定要把自己搞得整得就是苦不堪言，一定要修点头陀苦行才能成道。感觉是做什么事都是为了别人在做一样，就好比说我受了苦是为别人，我没想到我将来是做什么，然后又想到如果是没有价值的活着，还不如这世界没人希望你的苦啊，这世界没人需要你苦啊。我知道，但是我是这样发心的，我就是你这样发心不成不了道。就是控制不住，是我知道你控制不住，所以我想你坐在这儿等等嘛。不用你控制啊，你就让他乱蹦，你让他想，不怕的，你所有的这些想法随便想，随便乱想，谁要你从现在起就不控制他，随便他，就把这个人交出去了，是吧？把你交出去，你不要想，不要控制他，也不要管他是苦的还是什么乐的，也不要想地狱六道的事。没有六道可谈，不要想，没有这回事，知道吧？这你中了地狱的阴毒，知道吧？没有这回事，知道吧？你苦的时候才有地狱，你不苦的时候没有这回事，知道吧？就那种不成佛就可以下地狱的那种东西。是啊，我就说这是个惯性嘛，思维嘛，这种它有些原因的啊，这有些原因的，但是现在呢，你就坐在这先等一下。你不用急，你不用马上要清理这些清理不了的，知道吧？对啊，你对六道的相太子，你太了解苦了，你太了解什么叫苦了，知道吧？那种印象停在你的头脑里，地狱啊，恶鬼啊，畜生啊，他们那种苦难啊，停在你头，你始终觉得这个世界是苦的，而且刻骨铭心的苦，那种苦已经痛彻心扉，停留在你的神经系统。停留在你的神经系统，你抹不掉的，你记住了这种苦，就是那种好比说孩子走，别人的孩子走路了，或者是那些可怜的一些工人，老看到他，我内心难受，就好像他是自己的父母孩子一样。是，但你这不是慈悲心，你这是一个病态。你病态的，就是你一睁眼就觉得这太苦了，你想的全是关于苦。而且你不敢享受乐，你觉得一享受乐，觉得这是罪呢，罪恶，在阳光下怎么能享受乐呢？这个世界的所有乐你不敢染指，知道吧？太罪恶了，它会让你堕落的，所有的乐都会让你堕落下地狱的。我觉得你知道这是障碍，知道吧？我觉得一享受就会堕落的。是，一定会变坏的。那你就看这个世界全是坏人了，你看。是，我一直在受着众生，我就一直想度众生，但是我一直受着众生
就是感受到中生代度我。这些观念都其实我现在没用的。我现在就是放下众生嘛，然后就是不用发，也不用想，啥也不想，不想就行了。我就觉得众生不需要。哎，也需要的，但是现在不想这些，想这些干啥？哎，你生的时候是坐着生的，还是头朝下生的？我都不想在这使劲待了。哦，你妈说过没有？你是难产还是什么？我是一个普通人。哦，不是，我不是说你坐着睡就不普通啊。你妈妈没说你就是胎里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是身体要出现异常？我就你妈妈说你就是说，比如出生的时候和任何人都是一样的。我不是说你特别，是你现在有一些地方是有问题，可能来自于胎里边，知道吧？嗯，气脉里边的有些问题，它在胎里边就形成了。嗯，那怎么清理？嗯，怎么清理？你带着你这样的，你就会一股劲儿的就钻了一个牛角尖，你就停不住，真的是直的，就是一个就一条道路，就这个世界没路，就那一条道，是就一除了成道那一条道，其他都是死路，都是没路可走，就是这样子，全就好像这个来自于胎的气脉，你气脉有关，所以你控制不住，我知道你控制不住，不是你故意的，嗯，对，修行无关，一记事。一个动念，然后就知道自己是善恶，然后就是止恶嘛。嗯，大脑就有点受控制不住，就是，感觉精神上是不是还有点问题？不是，我感觉神经系统有影响，啊，神经系统有问题。我感觉有点问题。嗯，因为这不是这儿，是一些溯源。这些溯源我怎么去面对他们？就是。我怎么去面对他们？就清理。不，你要清理，要超度一下，做个超度。要清理一下这些东西，这东西在影响你。干扰我。是的，干扰你的，很严重的干扰还是。因为就这样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，很普通的，就是连普通人还做的还没有身边人做的好。嗯。你看，你好比说。在人道来说吧，我没有人做，就是其他的人做的好。在轨道吧，我还没他们的轨通，知道吧？在第一道吧，没他们苦。你说修佛吧，修菩萨、修罗汉，根本就没达到那个境层次。对，这是啥也不是了，这个啊。鬼啊，或者是神啊，或者是人啊。这不，这合了道了吗？道就啥也不是啊。就感觉什么都不是的那个感觉。佛是无形无相啊，大道无形无相，啥也不是，这不真合了吗？我知道，可能就只有我心，就是，但是我知道我是没监控性，一点正量没有，所以说我苦特苦，我就是想争到空性就。你肯定能的啊。你会喝水吧？你要爱心先喝点水。珠海可是经常出海的，要多喝水。你不急啊，这喝了这杯水也能成佛啊。这肯定耽搁不了你成佛，你放心好了啊。你耽搁了你成佛，你找我啊，下辈子找我。所以你不用担心，你就坐在那喝水。然后我不急，不用急啊。然后找师傅，然后找的特别辛苦，基本上是每时每刻每天都在找，真的是嘛，这差点没耽搁了成佛这回事。然后你在给我写法号的时候，我想。师傅，你要记住我，你来世一定要找到我。哦，对，这一世找得这么辛苦，你准备这一世不成，还要有来世了，让我去找你。你要知道我找你可辛苦了呀，你怎么找得这么辛苦是吧？来世记住你。这意思说，你是不是上辈子那个什么，你就这辈子没找我，让我这么辛苦，是不是这意思？找得这么辛苦。是啊，哎呀，因缘很多师徒也是因缘具足才能找到。有时候你看，经常那个就住在隔壁，他也就是找不到，一个朝东走，一个朝西走，永远见不了面。因缘具足来，从墙上一看，他就在隔壁，是吧？哦，就那样的。是我刚来的时候，然后就是我要求我的小房子，然后师傅就说你脚就是烫伤了，养了几个月。然后后来吧，然后就是得了春炎就出不了门，养了好几个月，可能我福报不够，我就觉得可能福报不够，可能需要我就是或者是我业障重，需要我消业障，但是从来都没有阻止我要见你的心。这满了你的月了，不受点苦难哪能见老师呢？一定要苦难受完才能来嘛。你心里总是这样嘛，一定要受多受点磨难。
是吧？最好凑成81个，然后我才去见老师，是吧？这样你就很欢喜，觉得哎呀，成道有希望了。我都受了那么多苦了，现在还是觉得不够。我发现你还是说要找点苦受，就是满脑子的想，就是这样的。很多修，很多修行人念佛经念的，坐在这儿看见那个猕猴桃，闭紧孔，闭紧孔，闭紧孔。然后看到这个也是闭紧孔，闭紧孔，闭紧孔，看到这个就控制不住，闭紧孔，人家理都不理你，你闭紧孔个啥？闭紧孔，你这不是找茬儿找事儿吗？是吧？这个杯子空不空关你什么事啊？是吧？你在那折腾嘛，是吧？梦幻泡影，梦幻泡影，梦幻泡影，是吧？你梦幻不，他梦幻泡影，不梦幻泡影，关我什么事？你修你的嘛，你如如不都好了？不起妄想，不起分别啊。不起念啊，是吧？如果他来了，他骂你，你可以闭紧孔啊。他人家没找你，你闭紧孔个啥，是吧？你坐在这，这不是念，这不是时间久了，别人以为你有病。这不只是不是闭紧孔，是有病。你这个磨叽啥呢？磨刀是吧？你要是说我很想吃，而且很想吃这个，没有这个我就活不了的时候，闭紧孔，哎，心里这样想一个心，我空他空。你也不想吃，坐在这儿，你没事儿嘛？你这不非得看见他了找事儿嘛？是吧？